亲亲我，快点，做好早点睡觉。亲亲我吧。啊，直接亲亲。明天再做。拜拜，试试。不要跳了，别猪呀！我叫人鱼猪呀。奇形怪状。奇形怪状，妖魔鬼怪。这件事情很难，对吧？嗯。那应该是什么了？是什么了？很快。姐姐画一个画。很轻松，很什么了？很简单，还有一个很什么了？美。我提醒你一个字，好吧？好吧，我提醒你一个字啊，很容。什么？容。容。容易。容易不知道、啊。不是是你一个字吗？对呀、啊，那难。应该什么了？这件事很难，很容易，对吧？那它是一个字的反义词，难。应该是什么了？一个字呀，很难，很容易。那么难对应什么了？对应人。